人与人之间都有一条线，亲情的，友情的，情绪的，工作的，爱情的，但多数时候你看不到这条线，变得紧绷，变得纠缠，变得破碎，它时不时影响着你的生活与情绪。困难的是，我们并不知道那条线的松紧与距离。关系上的危机，就由人际危机来翻转解密。